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夜见到香肠斑马给三十东包了杨村说话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几几几色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祝做这人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巴掌坐到他们我都坐了这人可能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久像是你这些道这些话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上百元的巴掌坐到他们我都坐了马红把这人可能把马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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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色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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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纳的将所有的病例到所讲的你必须在众生那当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所有众生的公婆家伙人养老乡咋路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动感受上受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大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大街养老的街上等送就在这街中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儿在平台送人等你走街这一头是朝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的安得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老子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主不必能瓦解的锁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往家把个人当安装都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在了任何一个逻辑是没有不能用的不能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官不能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有效的数据啊，有效的数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推比如说要逻辑要推一个东西的话是什么样子呢大前提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看到圆方啊猫眼啊这是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猫眼的地方有火在燃烧这个我们没有看到啊只看到了猫眼嗯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用逻辑啊可以用逻辑来证明这个圆方的猫眼的地方一定有火的存在啊燃烧的火啊这时候我怎么样讲呢首先是大前提啊，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凡是有眼的地方啊，有猫眼的地方啊，都是有火因为火在燃烧某一个燃料所以就是有眼啊。没有燃烧什么东西的话那我们看过吗我们谁都没有看过任何人都没有看过所以我们之前啊，这是大范围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有冒烟的地方就是有火的存在啊，这个是范围很广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冒烟的地方啊，有这个没有燃烧的火它自己冒出来的有吗我们大家都会没有啊。好没有那就这个就是大前提这个我们大家承认了我们达到一个公式了啊。然后是小前提小范围的啊，这个大的环境范围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是公认了以后呢那么好我现在前面这个冒烟的地方啊也不是在冒烟吗啊那么大家应该承认啊这个地方也有冒烟
啊。这时候呢，第一个卯言是我的眼睛啊，我的视觉给我提供的数据。如果他不给我提供数据，这个没办法说了啊，大前提没办法成立。嗯，然后呢，凡是卯言的地方一定有火的存在，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经验，这是我的意识啊，我的第六意识告诉我的啊，他说永远都是这样子，这个规律是不会有变化的啊。这个规律一直都是这样子，这个不会有冒烟但是没有火的地方，这个不会有啊。这是我们的意识的总结啊，意识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啊。然后通过这两个数据，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好，那就是在这个冒烟的地方也有啊，有火的存在啊。这种大前提和小前提，这种推理的方式啊，这是西方、这个形式逻辑啊。然后藏传佛教的这个阴冥当中呢，有一个更周密、这个非常非常周密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这个更精确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大家都承认的才叫做逻辑啊。比如说我是有信仰的啊，然后我再以我的信仰为基础，我自己啊建立一个逻辑，然后我们几个有信仰的人之间辩论，这个根本没有意思的啊，这个不叫逻辑啊，这不叫真理。真理是凡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只要是一个公正的态度的人啊，都能够接受的才叫做真理啊啊。所以刚才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他给我们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给我提供，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数据，所以我们可以有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但是死亡这个当中呢，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感官是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这种数据，他不知道，他连睡眠的时候怎么进入的也不知道，他从睡眠当中醒过来的这个中间是一定会有一个过程的，但这个他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逻辑在这个时候都是很无奈的啊，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逻辑来推理啊，更没有办法一个人死了给大家看啊。所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呢，先去了解啊，这个睡眠的。一个是睡眠，第二个是这个修心的过程也是一样啊，第三个去感受，就完全是可以啊，完全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训练，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就只能学佛修心才可以的。这个我们不能说啊，这个你学佛也可以，不学佛也可以，没有信仰的也可以修。这些呢不能这样子说，这个是只能学佛呀，他有一系列的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这些都接受都能够做才能够做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呢，今天讲的禅啊，这些是没有信仰啊，有信仰大家都可以做的，这个呢不能这么说，这个是真正的有信仰而且是比较虔诚的人才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啊，就是这些他们有经验的啊，这么1000多年当中啊，这么无数个人啊，去亲身经历过的这些经验，就他们就告诉我们啊，说这个不是生命的最后，这不是这个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站啊，它这是一个起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训练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升级的机会啊，提升的一个机会，嗯。因为这个中间就有一个所有的这些干扰全部消失了的一个这样的自然的状态啊，这个当中呢可以这个停留啊，可以停留，然后可以升级，然后啊睡梦瑜伽，这个我们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网上可以搜索，大概也可以了解一下睡梦瑜伽啊，或者是梦瑜伽，那梦瑜伽也是专门修行，这就是像军事演习一样，为了死亡的准备啊，模仿死亡的一种修法，那这个当中呢，修了以后呢，他把整个的这些过程啊记得非常清楚的，啊这样子的，所以
我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死亡啊，它是一个这个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啊。然后呢，再说，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一点啊，我要说服我自己的话，那么这个只有去体会啊，体会亲身体会才可以证明啊，才可以证明得了。这个逻辑是没有办法的啊。我们不要以为啊，只要科学不能发现啊证明的话，那是不存在的啊。只要我们人类的这个啊这个逻辑不能证明，就不存在的，不能这样子认为啊。科学它不断的发展，有可能啊以后可以证明，但是呢，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数据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那么数据是用仪器的去测量啊研究啊，但是这些灵魂呢，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测量的，至少目前没有办法测量的。所以数据也没有办法说话，所以目前科学也没办法提供这方面的有效的啊这个数据。然后呢，我们的逻辑刚才讲了，就建立在眼耳鼻舌身的基础上，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有效的证据啊。唯一的证据，如果一定要证明，那就是去亲身体会啊。第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再讲啊，这个死亡的这个它的本质啊，我想死亡的本质，我想很多人想了解啊。那么死亡是什么样子呢？人刚刚开始，比如说我们车祸呀，这些意外的死亡，它是不会有这些程序的啊，这个是例外。在正常的死亡的情况下，在正常死亡啊，首先人的眼睛、耳朵这些会开始停止工作啊。停止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比如说我的一个非常熟悉的几十年的一个朋友啊，到我身边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不认识他啊，眼睛可以看得到，但是不认识的啊，或者是在旁边啊，旁边人的说话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声音啊，但是我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声音一样的时候呢，哦，这个时候要知道啊，这时候要知道快要停止工作了，停止工作的，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开始停止工作，还有人，比如说十小时或者是还有几十小时以后死亡的时候呢，在这个之前呢，就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人的这个整个人的身体就是往下啊，往下沉降，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实际上是没有，他就在这个冰床上啊，或者坐在地板上是不可能往下沉的，但是呢，自己的感受啊，是一个往下沉的这种感受，这个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很多我想医生是应该是最清楚的啊，很多还有护理的病人的人，我觉得比医生还清楚啊，很多很多的病人即将死的时候呢，他告诉旁边的人啊，他感觉到这个身体下啊往下沉啊，让他往他的枕头要增加一点，或者他的床要增加要增高一点，或者他往上啊拉一下，会有这种，他会怎么说啊？其实这是他的感受，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触觉啊快要停止了啊，等等，就是有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错误的，这个可以亲这么几千年以来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然后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看不见以后走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呢？啊，绝大多数的人首先啊，他把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他的工作停止，这个时候是这种感受啊，然后呢，立即就眼睛看不见东西啊，眼前就是一片漆黑，看不见，但是那个时候可以听得到声音，有些人啊，我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子的人啊，我也是专门的去这个调查采访这些人的，这些人是根本不没有必要撒谎的啊。而且是他的这个医生当时的情况，医生所看到的，或者是他自己这个
说的完全是符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因为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以后呢，他的整个的人生啊都改变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人啊，他的想法生活的方式完全是改变啊。雷蒙穆迪博士的啊这本书里面他也讲过了啊，他说这些人绝对不是撒谎。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讲这个死亡的经验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就非常的认真，泪流满面的告诉我这些事情啊，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非常的激动啊，这样子。而且这些人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方式全部回来以后就完全改变了。雷蒙穆迪博士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普通的人这样子撒谎，没有这个必要啊。而且呢，他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撒谎，他这么泪流满面，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然后呢，他为什么从此以后呢，他的整个人生的态度、生活都变了呢？雷蒙穆迪他是一个双博士学位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科学家啊，他是不会轻易的去相信这些东西的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排斥的态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西方的很多科学家真的很伟大的。为什么？只要一旦你这是一个真理啊，我就是以一个公正的态度去对待，开放的心态去研究。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啊。他没有说，因为我以前不会这样说啊，所以我一直要保留我的观点呢 他没有这样子。事实是什么，他就是说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做到这一点是真，这些科学家是真的很佩服的啊。然后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这些观点，他觉得不是这样子，原来这是错了。他也讲了很多的这个理由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有几个，我也就遇到几个病人，一个是一个老师啊，那么他也是啊这样子，我就问他了。那你这个从你这个当中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亲身经历以后，你现在对这个死亡态度是什么？你现在说什么？那他说他经常给这个同事或者是他家里的人说啊，人死亡的时候，在外表上死亡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啊立即去处理他的身体啊，这个时候人是完全是活的啊，他要给他说他经常给同事就讲这个事情，他是老师啊，然后呢他也特意的给他家人讲过啊，我再次死亡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啊短期之内去处理我的身体啊，我这个时候是活的。他说他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这时候呢，人的听着了，但是会听得见的啊，然后最后就听啊，耳朵也就是停止工作了，最后五种感官都不工作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听的看呀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啊。然后最后这个意识它会停止的啊，意识停止的时候呢，意识停止的方法它有三个阶段啊，有一个阶段是我们的贪欲这方面的这些念头开始消失啊，然后呢我们的嗔恨心和属于类似于嗔恨心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会停止，然后最后呢我们的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贪嗔痴，就是愚昧啊，负面的这些念头会停止啊。停止的时候呢，这个人有感受啊，人有感受，这时候呢人的感觉上他虽然是看不到外界的光啊，但是呢他内在当中就是有一种红光啊白光啊，有这种。小时候我想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小孩当小孩三岁七岁七岁之前八岁之前的时候，很多小孩都有一种，你们可以问慢慢的调查一下，很多小孩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做梦的时候，他一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他看到的都是整个世界都是变成了红色的呀，通红通红的啊，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具体的物体啊，就像是一个蓝天呢，整个都是比如说整个天空都是这充满了这个晚霞，然后呢把
海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一个傍晚啊，在海边往西看的时候呢，因为天空全都是晚霞，然后呢，因为晚霞这个云的这个颜色就这个投到海里面，然后整个海面也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也变成了这个晚霞的这个颜色，然后呢，天地都是变成一片这样子的红色就像那样子。有些时候有些小孩就有这种，有些是白色的，没有一个具体的物质，有些是全是一个黑暗的很多小孩都有的。因为中阴身刚刚经历过了以后呢，很多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些东西在他的这些后遗症在他的身上是有的。然后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就是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环境当中，这些会就慢慢的会淡化没有了这很多小孩都有的这是一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一个从我们这个进入这个最后的死亡的境界当中的一个过程这些红的黑的这个白的虽然是不是外界的光，这是一种感受就是外面有这样子的这个光不是外面，他感觉到这样子的光的存在，还有他有各种各样的这时候呢有很多的感受最后进入一个什么样，最后进入到一个昏迷的状态当中，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所谓的死亡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是一个，这个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活着的时候的这个昏迷是不一样，它更深一点深度比这个还更深一点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是什么样，有可能有些人在这个昏迷状态当中是几个小时有些是一天两天那真正的修行的人，他在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呢，他这个时候他不是昏迷他是在修心，在修心的状态当中。所以比如说藏传佛教的他的传统的做法是什么呢，修心修得比较好的人死了以后呢，七天之内如果不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就不会去动这个身体的把门关上这个消息也不会传出去的，把门关上也不去念经，也不去做什么就任何人都不去这个干扰，然后把门关上在这个当中呢，表面上看没有呼吸没有这个心脏的跳动哈佛医学院的提出的这些死亡的标准都有但是他不是死亡，他的脸不是死人的脸然后最后七天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有专门有一种方法去让他从这个禅定当中醒过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有些修行好的人一直都在这个攀推，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姿势，一直都是这种姿势然后让他从这个禅定当中苏醒的时候呢就做了这个仪式以后呢，就立即就是变成尸体，脸色也就变成尸体死人的脸色然后呢他身体也就立即就不能再做这种姿势这个是常见的事情这些是人类生命的一个秘密我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生命的现象，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生命的现象，这个跟鬼跟神没有关系，这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没有接受这些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个当中它就会停留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禅定所以就我们昏迷到这个当中然后就出来了有可能是两天一天所以人死了以后呢，现在有一种比如说立即就送到这个太平间那么太平间的费用也就贵，立即就送到这个殡仪馆，那殡仪馆的费用就更贵了，所以就立即就送到这个火葬场去处理其实这个是从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至少在三天当中这个身体是不能处理的
最短啊，最短也在三天之内不能处理的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我想冰冻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适当的冰冻啊，放在这个殡仪馆的冰箱里面，这个空调啊温度适当的调啊，只要不腐烂身体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三天时以后呢，就可以送到这个火葬场啊。这个是我讲的是藏传佛教的观点啊，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看。他的要求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是人是活的，我们普通的人也是活的啊，有可能是活的啊。修行好的人呢，那就根本不是这样子的状态，他是七天之内根本是不允许啊，不允许动他的身体。然后七天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个西藏度亡经拿来提醒他啊，因为这个时候呢稍稍有一点点提醒就够了，因为这个之前他已经接受过这个训练啊。但是呢，因为人就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呢，那除非是修行非常好的人以外，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身边的人要给他提醒一下，提醒以后呢，然后在这个时候啊解脱成佛，这个叫做藏传佛教，这个叫做他说最好的最这个上等根基的意思就是说最好的成熟的人是也可以寄生当中也可以成佛的啊。然后呢中等的呢就是在这个中阴身的时候会成佛啊，中阴身的时候成就的呢小乘佛教南传佛教也讲，这个并不是藏传佛教的说法，南传佛教也讲一些阿罗汉啊，他寄生当中没有成为阿罗汉，但是呢中阴身的时候他可以成为阿罗汉，这个小乘佛教当中也有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他成佛的话，然后这标志是什么啊，就满天都是彩虹啊啊，还有呢就是有舍利子呀，有不一样的这个声音呢啊，这个都是真的听得见的东西啊。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能啊，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看到过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个大家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那这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现象啊，这个并不是什么其他的，这是一个人类生命的一个现象。然后他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啊成就了啊，那我们普通人是不会成就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啊几个小时以后呢，从这个深度的会面当中再醒过来了。再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就完全可以看得到身边的人啊，这个是这个西方的这个濒死经验啊当中呢讲了无数个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啊，就是当他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这个车祸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人立即就啊身体就在这个车里面了啊，那他的意识就出来了，在外面可以看得到这个人他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很多人来这个抢救啊，他把也可以看得到他的身体抬到医院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呢啊，不但是密宗啊，仙宗里面也有啊，2500年前就讲了这个事情的啊，这个并不是今天讲的。所以佛教对这个生命的这个揭示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如果佛教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比如说像我啊，我也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因为我穿这个衣服我要欺骗自己呢啊，实际上我不相信，但是我为什么要说服自己呢？为什么我要相信呢啊，我认为这个不可能的，不是真实的东西，我肯定不会接受的。但是呢我们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啊，然后呢又看到很多这些西方人啊研究的这些东西，还有很多的这些真真切切的去实实在在的去修行的这些经验啊，这些人不是我的经验啊这些人的经验，然后呢就结合以后呢，我们就是深信不疑这一点啊，它完全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活动而已，其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死亡啊，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身体，他只是换了一个身体，比如说一个就像一个硬盘里面的数据
从这个电脑啊当中取出来，装到另外一个电脑上面，就这么简单了，啊，死亡就是这样子，其实没有什么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死亡以后的投神啊，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如果做的坏事太多了，然后下一次是什么人，是人还是不是人，就不好说。我觉得最恐怖的是这些现象，死亡它本身是没有，不是什么死，不是什么很恐怖的现象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的研究的真的是非常透彻啊，仙宗啊、密宗啊，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全球的范围当中啊，找到无数个小孩两岁的时候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啊，然后他说他的前生啊是某某地方的啊。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什么，母亲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很多的这些生活的细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有人去调查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人啊，不但是这一点，而且这些小孩能够记忆、能够回忆前世的这样子的小孩，他的身上就是他所讲的这个上一世的人的一个非常浓厚的习气，就在他的身上啊。比如说有些小孩他说他以前是一个吸烟的吸烟的，然后呢他小的时候，这一生当中很小的时候，他去偷他父亲的烟啊，自己去抽啊，等等，有非常浓厚的这种习气啊，这种影响就在他的身上。然后还有他这个这么小的时候啊，他没有人教他，教了也没有用的，对，教这个有什么用呢？有可能社会更多的人就不理解，说你们家的小孩精神不正常，有可能是这样子导致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去教他啊。尤其是基督教教徒，父母两个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啊，他们的小孩就说出这种话，这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呢。为什么呢？基督教就是说，人要不就是天堂，要不就地狱，没有人不会转世到人。那么他们的小孩就是说这种话啊，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公开了，后来也没办法就公开了。然后这些小孩啊，还有一个是这些小孩对现在的父母没有太大的感情啊，对上一世他讲的这个父母呀，他把这个人就